晚上好儿。那砍屁呀！晚上好儿。有，我是在你的那个，我在那个 DC 了啦，是。只是你说等老局啊，我就等了。突然没有投，为什么他突然没有投？我丢出去的啊，这是我的技能啊。哦，雪特不要。
好啦，就你了啦。啊，啊，他就是阿拉丁神灯啊。请问一下，门的种类怎么看？还有皇冠门哦，我教你哦。如果只是普通橘色的门，那个就是钱的门。然后如果有钱、宝箱那些的话，是道具的门。啊，绿色骨头的话，就是骨头的门。叮叮安安，晚上好。好酷啊！哇，我慢慢搓了。晚上好，等老居一下下，居然在回家的路上。烟雾弹。啊。你看，这个就是宝物的，那就是钱的。
物理的欸，没钱了。原来可以这样分辨宝物，我一直以为三个导火线能干嘛、啊？欸、对耶，啊呜！他要三十分才回来，应该不用我陪你吧？你可以过来，来跟我讲干话、啊，他来让我骂一下。嗯，安安，为什么要骂我？你好吗？别考我！别考！声音大一点好不好？我很大了，叫我分。我知道你很大，可是我希望你声音再大声一点。你不要这样子！我把你拉到200%了、欸，哎！你200我了？我早就200你，就只有小，就只有水里有才会很低啊。可是我已经很大，我听台我很大声啊。没有啊，我真的很大声，真的啦。哪里？不好说，不好说，我哪里都很大。对啊，脸、屁股。我离开了。不行。我要哭了。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人吧、啊，哎呀！啊！我就是这样敌人呀！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嗯？老居，老居八点的时候就跟我说。他可能要加班，他可能要小加班一下。我说，可是我约了繁星东子的。然后嘞，然后他就说靠，再过五分钟，再过五分钟之后他说你等我，我30分钟会到家的。那感谢我啊！我怎么感谢你？他努力工作这样挺养我哎、欸，不是养我。养屁的，养你冲傻了。那养你冲傻啦，你又不会被他没事。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把他，好吗？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给他什么？我可以把你交给他。不需要。
每次都看你在玩这个游戏。那其实这款游戏其实差不多了，我只是想要把最后那个城堡给布置好。发现那个绿界啊，跟欧珠宝都只能用台币。对啊，欸，是吗？这我不知道哎，欸。是啊，我看他们赞助金额都是以台币作为单位。这样如果是国外的朋友的话，就可能需要付手续费。可是如果是 YT 的，对，如果是 YT 的话，它可以调那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国币。嗯，国币。国那叫什么意思？就是不一样的货币啦，和国币在，反正它就可以调。因为今天加在抖的时候，我就按了，我想说，如果要付欧付宝，不是就很奇怪啊？就比如，就是你用信用卡还要付一笔手续费。然后按那个汇率我觉得很低，所以最后我是选择了 YT 抖音。呵呵，哦，你说你那个今天38那个，哦？对啊，还钱哦。今天没有吃龙虾的，改到礼拜天吃。讲的马来西亚的 YT 部门有差距的，是因为他们有些法律条文没通过吧？哇，啊，怎么显示这么少？等一下，你废啊？对啊，我好烂。那我来先开开今天公司大的项目。顺便登录个 LOL 去拿个奖励。我发现很，但我好烂哦，我不会玩这个游戏了。你干嘛？你刚刚死掉哎，欸？没有，对啊，我刚死掉了，啊。认真看牌，我最近真的好认真哦。一款好养，抓了，太抓了。抓我做梦梦到自己流鼻血，然后醒来去抠一下鼻子，发现鼻屎有够多的。然后我不想知道这个。这个啊，然后好像还有一些有血块的那种，夸张耶！会不会还是在做梦？我是不是是那个弥留状态？我是不是要死了？对不对？哪有那么简单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吧？还敢死啊？
啊！给我枪兵！30%血的道具，那个是什么东西？你说血量增加30%还是什么？乱花模式。我在啊，你不要都拿走吗？干嘛啦？要造噪音啦！要开就去楼下啦。哦，血量低于30%，然后慢慢回血的那个吗？可以啊。这个英雄我以前真没有力，很多、哦。这游戏不用刷刷装备啊，要啦。哇，阿总受伤啦，阿贝。还是你想玩《Bound Together》？你还记得那一款烂游戏吗？我记得啊，就是要去采什么石油还是盖油弹之类的。油箱，有加油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也很久没开那款。我也没有开那款，可是它差不多真的快回来了。
啊 ？Talk Together 我还没载耶。哦，没关系，那不用了。For the King 可以更新耶。他有改版啊。是哦。今天哈弟他们就在玩啊。哦。早一天可以来玩的老巨有这游戏 Farm Together。可以啊。我逼他买的。就蓝蓝也想玩啊，可是就是我他还没买啦，他就说这是什么游戏？我说这款啊，就是你可以想象是桌游，对，靠赛游戏。嗯，对。我今天上班无聊，然后我已经列出了一大堆东西，就是写在这样子那边。我等一下冬天要做什么？不是夏天吧？哦，对，夏天我要做什么？结果那样子我忘记带回来了。你要做什么？我只记得要做一个锅子，不然我不在家，你们可以煮饭。然后要做一个，多做一个那个雪球机，然后。忘记了，我都真的很认真的写下来哦。我在看那个记录档，然后就边看，然后就边想我要盖什么东西。我是想先去挖石头，然后去做那个让我们的大门，可以让我们随时换角色。他要挖陨石，然后还要紫色的石头。可以啊，好，我们。今天这个也是一个目标。我真的很需要，就是记下一些东西。我真的老，完全忘记东西耶。干，你老了怎么办？老巨怎么办？不是，重点是就是记忆力真的跟以前差很多。对啊，妈，你那边嫌我啊，鸡掰人。哇塞。我有理解你啊，一样吧，理解，就是理也是理解啊，就是我已经跟你一样了，哼，何屁呀、啊，哇，哎、欸，抱歉久等了，哎，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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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跟他讲了那个故事了，就是你要加班，我说我们约了繁星的故事，明天再早点到公司就好。会麻烦到你吗？啊，没有啊，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就有点像案子的啊，那个自己时间自己掌控。啊、没事，我这边也告一段落了，打完第一只 boss。我看到你打死那只树妖了。嗯。啊、都是大分析了。老巨今天去把车子拿去在别家顾家一下。嗯。你跟我讲，就是那个、啊、那个车屁股啊，因为一开始给你看到的那个估价单，它是那个只是估价吗？给原厂对估价，然后给原厂，那原厂的话，它都是要你换掉。嗯，然后去外面的修车厂的话，就是看的话，就是敲敲打打给他敲回来，你猜多少？多少？不要跟他说，让他愧疚的。我想一下哦，那我猜多两万啊？没有，外面的一定会比原厂便宜。我白痴哦，那少两万？还要再少？哇，太神了吧！对，所以我知道那价格之后，我就没那么生气了。你生气什么？看到那张原厂的那张单子，真的很崩溃。你到底在生气什么？
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笨，什么电话什么的都不留。他生气，我不报警，不备案，不留电话这样。嗯，对啊。啊，人家是疯一样的男子啊，什么都不留啊，对不对？你要追英雄不留名好吗？今天我撞了你的车，我不留名。不行啊，如果你不留的话，人家做好事不留名是做坏事不留名的，对。反正就是，啊，没事啊，告一段落。有点大，小事小事。小事小事，反幸福就好了。来啊！没有拉开一下子。来呀、啊！他才舍不得呢。舍不得什么？我舍得啊。欸、我说老的 mode。哎、欸，你要载那个包包。反正上次已经叫我弄了，然后我现在看伺服器 mode 是。有开包，我刚开包包了，但是用户端的没有。那你就再开啊。用户端不需要包包啊。哦，用户端不需要。因为你包包的东西是伺服器端的东西啊。我靠。对呀。因为它有分伺服器的 mode 跟。对啊，今天不能说什么，我们今天大家通通都只有十个包包，就只有你是100个包包这样子，懂吗？嗯哼。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对，你不可以那么自私。想要吗？自己去装 mod。靠呗，洗的靠啊！哭啊！我10000以下。反正为什么你那个头像 ，Steam 的头像会一直一个很帅的东西在刷刷刷？那个是那个啊，你买东西不是会有些钱吗？硬币，你可以用那些硬币换呢。那去年就有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啊？我想到10000以下，他应该是刚刚参与我们讲说那个修车费用。哦，对啊。想了一下下的，嗯，哦，好看。怎么看？我也想要那个很帅气的。你点那个指定商店，点数商店右上角。哦，我看到了。可是我没有买很多游戏。靠哦！没拿到。你知道我的点数余额是多少吗？多少？零元。太赚了吧！我知道你们刚刚说考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牛年行大运。对，没错，就是牛年行大运的、啊。他今天就是在打字啊，是在 COW 哦。牛年行大运的、啊。今天你开了吗？嗯，你开了吗？所以反正随时都可以接。对啊。哦，我这边就在等你们那个，我就可以按恢复世界。哦，那来啊。对啊。对，我直接开始。也是可以。啊，反正我跟小鱼先在世界晃来晃去嘛，你随时都可以加。对啊，反正不需要我。需要我的存在只是有肉吃，想骗我？才不是的、怎么可能不是？啊、我们是爱你的。我靠，我的道具这么少。
不行啊，你刚刚说老居不能让我怎样啊，你还记得吗？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没有，他说为什么？他说凭什么说你的钱会给我这样子？他说老居你又不会让老居，然后就在那边狂笑。看他这个人啊。什么？老说，可是我可以把老居那个啊，然后他就笑得很开心啊。看不了，流年行大运，真的是流年行大运哎、欸。为什么我的连接要连接这么？我可以加入游戏的。他欠该。看我们起来啊。钱不够，不能换技能。穷逼，这个穷逼。好呀，牛人行大运。牛人行大运。哎，有了，可以换了。给来个火吧。哦、是什么？燃烧瓶。白痴哦。哈？哈？哈马基？好久没讲了。怀念你。知不知？我都接得起来。哈马基。我又没有回应了吧？啊！下青蛙鱼啦！我不想进，我不想进去。死了。起得卡。我那我断开，那我断开再重新读。啊！我要的不是这个燃烧。我断开了。可是你断开，你带回去还是会下青蛙鱼啊？你以为独挡它就不会下吗？蓝的是冰品，绿的毒品，红不，我是要红的啊，我是要火的毒品，就火的瓶子啊。回档。炼金提升到没有欸，我那时候炼金的蓝红色的瓶子升到蛮超猛的，我靠呀！哇！牛年新大运！军员是不是又无回应？没有，我现在才重新开。白痴哦！在哪里？白痴！
我先隔壁洞喽。可是石像的兔会变成旋转？没有啊，你就不用靠石像啊，靠你的燃烧瓶啊，用红色燃烧瓶升上去，它是一个范围的，还不错用。好了，不阻挡，换游戏。对，我进不去老爵士姐。哇，我是不是跟他有不合？你现在不进来也好。青蛙鱼是不是？对啊。感谢秀秀的超级留言。臭臭秀秀啊，臭臭今天送了一个很可怕的地图，嗯，超级可怕。嗯，夏天还有青蛙鱼哦，现在还是春晚春啊。嗯，哇，好臭，晚上喽，好臭哦。不要臭啦，好臭哟，你好臭。嗯，是不是很丑？那个贴图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可爱，很适合小，你不觉得那里面长得就很像小人会说话？哎，我找不到老橘的，我只看到我另外一个人的朋友的移动式大肉，干他。什么移动式大肉？我另外一个朋友的房间。对啊，老君，你要不要重开？好，我无法加入你的。你们在东斯大？我刚刚看你的画面，我想说怎么不是东斯大？我们要东斯大啦。我也想要，我没有打过猪。猪？就是我的东斯大永远就是。你可以进来选蜘蛛人。猪就会拿你的，你逼不得一定要打他。蜘蛛人，嗯，我叫你说你没有打过蜘蛛，还是没有打过猪人？就是要去打有房子他们家的那个。蜘蛛也有房子啊？哦，真的。蜘蛛叫巢穴。就是我每次都只在收集物资那个阶段，我就再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连线了。对，好烂，真的烂，真的烂。你好烂哦，秀秀。而且秀秀，为什么你抖内要用 YT 的抖内？你可以用绿界的。对啊，你可以用绿界。哦，富宝。你抖100块，你抖100块，我只拿到70块。哦，真的假的？啊，我要用什么比较好？邮局，我给你账号好了啦，如何？我最近没有，这个是最实际的。对啊，最近真的有这样想呢。可是这样子，要抖内，请丢这这样。对。然后你的台下面的简介就是邮局账号。我没有谁谁谁，我没在用邮局哎、欸。哦，那就某某银行账号。我可以这样。可以啊，为什么不行？现在很多都这样子的。哦，对啊。可以吗？为什么不行？一大堆人都这样。不算啊？那不是算个资还是什么啊？账号而已耶。算啊，账号怎么算个资？账号而已耶。我又开喽。好。我进不去。还是进不去。绿界是什么？还是我需要整个Steam重开？绿界就是一个平台啊。新的、哦，好久了哦！嗯、我以前委托就在用绿界哦。啊！不，我不知道这件事。那你就没在关心啊，拜托。你要想一下哦，你以前什么时候开始被我们开始欺负的？我们没有欺负他，你乱说。
嗯，我乱说，你好意思说我乱说？我没有欺负他。我是说，你以前是怎么开始被欺负的？我没有说你哦、喔，你为什么那么快就积极的？我们是关爱秀秀，不是欺负、嗯。好啦，啊、你没有哦，智商太低了，智商太低了。不对，我还是没看到你，老君你。加入我点他右键加入看看。等下我再断开一次。好好好。不行啊，然后我整个断开。我右键加入，他说伺服器无回应了。对对。他写无法使用超商代码。哦，他有金额限制，我看到了。上次小林就是学妹啦，好带着手机去超商缴款。啊？拿屁呀、啊！又不是你缴款，你拿屁。他妈鸡呀！不不，我的意思是这样好。我就在那边看，都分开好了。在那边看看什么？多少钱？多少钱？都看。欸，怎么一笔是超商缴款噻？那谁跑去超商？那他是在超商看台，然后顺便缴款。对，然后说好爽、喔。小林都跑到超商，为什么不直接去你家？不顺路啊。嗯。然后爬一个很长的坡呢。你下次来，你下次来我家，我叫你走那个坡。该不会是下面那个分岔路的那個坡？对，就是你今天你那天载我的时候，然后往下面斜斜的开的那个地方，那个很长很长也不算很陡的地方。我第一次去繁星家放下你之后，我就感觉说，我这里是不是一个什么回收厂之类的？对啊，他要把我带去卖了啦。超级像，我说这次是什么回收厂，好可怕、喔！我也想玩，我也想被卖，我也想玩呐、啊，我们也想玩呐、啊。你不能让我，我的意思是，我也想加入你们。可以啊，你说回收厂有一日不是，白目，你害我，你害我魔术方块转错了。我转回去啊！我就转错了没？流年行大运。嗯。思考哦。我有牛脾气啊，怎么了？欸、那真是很白，是不是很棒？还学会了。对呀、啊，这是。最近老师都在听这个。哦。思考。思考。思考不是以前就有在讲吗？啊牛啊考啊！知道啊。小鱼学坏，哪有？第三句台语。你好，你好，你好，又是说了，你不看看你？李辉贵，猪血糕，赞哦！重点，我又没有学坏啊！哎，第二句是啥？忘记了。给鬼给怪。哦，对，给鬼给怪。这是台语，又不是脏话。但还算很贬义啊！哎、欸，还是无回应哎，老君你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祈祷中要怎么把右下角别人上线的影那个玩什么游戏关掉？你把它删掉。你把他封锁可以，把他好友删了就好了。不然就是叫那个人把你删掉。对，谢喽。不然就是你隐藏不上线，这样子你也不能跟我们玩。我很想关掉啊，有时候我只是测试东西，怕吵到人家，我就会开个隐藏上线。为什么连接中？自动连接，发生事情？是连接我的吗？我没有，我在玩俄罗，我在玩魔术方块，它画面自动。在卡哦，哎、欸，我自己连了，我在连，怎么是？我连了，塞进去了。哎、欸，我什么都没按哎、欸，这样可以哦、喔。Magic 哎、欸，真的是 Magic 呢、欸、哦。你好可爱哦、喔，你好开心哦、喔，很开心啊。欸、你为什么？你为什么置顶文是写等老君回家就玩东西的、啊？好了，我取消置顶。
谁那边吱声？哦，回来了，进来了。恶魔进不去了。你有老居好友吗？哎、欸，有啊。那就是你的问题、啊。我要去采花啦。你可以吃梨克小蝶啊？没了吗？吃啥？冰箱有梨克小蝶吧？为什么没有线上的选项？线上取餐？线上选项？餐？这是什么垃圾东西？呀！你点老G右键加入游戏啊！有了。老君，我把这个东西滴上，滴上这个，这里很像呕吐的，吃掉它。哦，萝卜不能用。用啊，用没差，用没差。你用啊。等下我的浆果坏掉了，完蛋了。放冰箱也会坏掉哦。哭啊！哦，原来的无尽锤在这里啦。攻击60多的无尽锤，但是不知道怎么修而已。嗯，要怎么用？原意？怎么用？等一下。没有，现在是个东石大新手。我们是新手，可是我们是有概念的，所以不需要进玩家里。嗯嗯，繁星开小账，开什么小账？啊？哦，我记得我说我要做蘑菇农场。对啊，你的麦真的要换耶，那声音好恐怖。是哦。我觉得你是格罗姆了，你知道吗？是格罗姆吧？嗯，啊，我是要做稿子啦。江国江。秀秀刚我没进来，他在跑。叮，喂喂，快一点吗？没，我觉得你那个就是接触不良，一直发出来的杂音。东石大是什么类型游戏？生存，不要死。东石大是不要饿死。卖游戏，所以它可以叫做东航谷。你没有转方向吗？没有啊。好。哦，你还知道转方向这件事情？我还记得。那其实到后面其实就是那时候玩的时候，后面其实是肉爆干多。那时候也都是赶快进来帮我们吃肉。请朋友进，请朋友回家吃大餐的概念。对啊，那就是赛肉家那时候也是盖了20几个。没有小花花吗？不、欸，我干抓塞，真是抓塞。好酷，避雷针。没避雷针就完蛋了。
仿佛听到人对我讲你有年轻大运了，闭嘴。哦，有人被打了，没错。你什 什么会打？老居，我教你。那个怎么跑过来了？你就是装饰台。有人在附近拿火把，是不是？伤是我、欸，是吗？是我吗？怎么办？哪一只？他在哪里？我看到了，白痴哦、喔！我把他带走。过来。啊、白痴哦、喔，家里的火要先熄掉啦。哇，没有用了，要逼我你们自己。你是白痴哦、喔。哎、欸，为什么？你就是白痴啊，为什么？我拿打火机烧他。你要把我们家烧起来，跟你讲。所以我的要丢啊！哎、欸欸，白痴干呢、欸？为什么我一起被打了？站太近也是会。开始烫喽！开始烫喽！对不起，我按到又见了。哦哟，你是不吃了？你就把那个塞回去就好了啊。什么塞回去？地板。你刚刚只是把地毯给缠起来而已啊，你把地毯缠回去就好了。你在烤哦、喔？你刚刚不是有个地？你刚刚不是有个地？挖挖那个挖起来吗？对啊。啊对啊，种回去啊。怎么种？我就把那个拿起来丢在下面就有了，不丢啦。修修修。要做那个热能石。啊！你给我啦，烦死了！给你什么？我身上没东西啊！啊你刚刚不是把东西缠起来？这个？不是啊，你那你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我缠了一块地。对啊，你身上该有那个啊，那个是草，草好像缠起来没有东西吧？哇，丑了，你完蛋了，把我们家弄丑了。要怎么种回去？你要想办法做出地板啊！烫啊，会不会烫死？都不会吧？只是画面羞羞的。会啊，会热死啊！没有啦，现在69还好，不会扣血。好一样，你问我会不会热死？嗯，我要做那个东西在哪里？怎么我的画面亮亮？在快夏天，不好生存。热热。哎、欸，你雪球机做了没？做了一个。哎呀，我的。哎、欸。哦，差点饿死，哈哈，哈哈，大家不要太早生火，不要把舞台姿势带走。啊，算了，不要死，不想理他了。哦，还有没有月球啊？加那个陨石，需要它。
这游戏看起来很麻烦，不会玩会觉得麻烦，重玩也会觉得有点麻烦。哎、欸，你不是要打猪人？啊，我没有东西可以打，我要先做、啊、做武器啊，做那个叫什么？脑袋的那个要怎么做？什么脑袋啊？花花，剪花、啊，剪花。哦，哎，我跟你讲一下，我们家右上的花，你花不要乱踩哦。你如果踩的话，我叫你做王子去给我把它补回来。我去看，你踩了我应该会生气哦。那个是我花了，我抓了四蝴蝶种在那边的。哎呦，是两个冰块。没了啊，我把冰块都挖回去了。那我应该要怎么把花冻回去？抓蝴蝶。抓。要网子。对。网子，这里有一个网子啊。哦，你踩了四朵走了吧？我踩了三朵，做网子需要要蜘蛛丝一。不，它是在工具还是武器啊？生存吧，啊，工具。哦，这里有冰箱，老君可以放冰箱。啊，哦。等一下，我先把他王八蛋带走。对耶，我忘记去找他了。你们先熄火好不好？熄火吗？对。那我怎么熄掉？要拿冰块，不然就是不要。围着小鱼好了。没有，他跟着我了，他跟着我跟我可以吃胡萝卜吗？他跟着我走，他在我这。哦，好。不要吃胡萝卜。那我可以吃什么？可以开个灯吗？那边有个冰，这里下面有一个东西可以吃。风干肉吗？可以。还是肉吧。啊、你怎么在这里？不到这边来。小鱼有其他食物吗？我要去采冰块。你先随便采点别人自己。那我去上面拿肉干喽。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没冰块，完蛋了。缺菜是不是？缺冰块。没冰块。差。
2块。我现在要养一只修修。你来了，你来了。长毛绳子。没有啊，如果不是不会到缺食物，因为弟弟可以挖那个、啊、蘑菇树。哦，对耶。很多蘑菇。哦，塞肉架，好了耶。还是你跟他们解释一下那个夏天的王。夏天的王，夏天的王要去沙漠啊。很那个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啊？这不是会地震？对啊。怎么了？然后会有什么？会有什么？地震就是离开家里啊，不然家里会变得很难走啊。懂了吗？就这样。开礼物喽！云鹿腿。嗯，保暖石在哪一类啊？生存。生存。哦，看到了。稿子，修修，修修，我给你想点小热门词。你可以把冰箱的萝卜拿去煮了啦。为何周围会改变？因为现在很，现在是夏天，现在很热。曼德拉草在干嘛？那个做那个对焦笛子用的。然后，如果你直接吃掉的话，周围的生物会睡着，你也会睡着。你刚刚捡起来是不是？对啊。要带回家吗？它白天会死掉。嗯。哦。所以这就没用了，是不是？有用啊。好，那我带回家。因为当时不是说月圆去找葛罗木，他旁边就是那个笛子，然后就可以马上吹那些狼那个。狂暴的猪人就会睡着。嗯，我是好奇园艺厨怎么用。烹饪。哦，要先做耕地机的样子，那样木板跟线，木板，我去砍木头。我的左上角一直有个东西在闪，那是什么？你去那个我们的那个发明机器那边。嘿，嗯，就这样，他就要帮你开了。哦，有声音？不知道，我听得到。
我想抖内但没钱。哭啊！发明机器。嗯？怎么了？浆果没有没有，我在储存食物，看想说哪个是哪个。对吧、啊？这个啊。啊，哪些是食物？这个曼德拉草可以丢地上就好。嗯，可。热能石放在下面那个冰箱里哦。那你有开吗？箱子？怎么开？点左上角啊。点不了。嗯？你要跑？哎、为什么是点不了？为什么你会有小地图？装的啊。嘿嘿。为什么你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因为我都没有，因为你的画面跟我的画面看起来不一样。你就没有装啊？这游戏有很多 mod 可以装。哦。嗯，嘿，理论上我是不会装太 OP 的啦。方便而已。我想说，你有地图。臭臭，你吃什么？那个肉。不要，你吃足球，你吃足球。吃球啦。你要吃足球。舌头 ，Hello。吃完就放开那个冰箱，他妈的！哦，对不起。哎、欸，不对，我的保暖石被谁捡走了？在冰箱里，在冰箱里。它不是放这边也可以吗？可以，可是我觉得家里很乱，不行、啊。冰箱也很满啊，你看，现在冰箱是大家都会、那个、哦，好，对不起，我道歉。嗯，那你记得修一下那个快坏掉的。热能石吗？嗯。缺树木吗？还是我缺什么？缺钱。缺树吗？我要去砍了。因为我要研究新的东西怎么玩了。啊，修，我忘记带。玩的超会搭。不会啦，这个给他扣吧。完了，附近要烧起来了。哪里？我附近啊，不是我们家附近。东西烧起来了！如果你看到有个东西在家里，有东西在冒烟的话，请用你的生命去摸它。对，没错。不然等一下摸它。对，请用你的一点点血去覆盖掉那个火。手掌去拍打它。哎、欸，这里有虫洞。老巨，你都没带铲子哦，啊、应该叫老巨去装那个了魔。我晚点再贴一个给你。哎、啊，怎么这边都没有？啊，铲子哎、欸，铲子手上这个，那个是锤子，不是啊？哦，等一下，没事，那有就挖。这有个模组是那个啦，树干、树桩会再长回东西，可是它更新没有不可靠。哎、欸，狗狗，好、啊，我去落水洞哎、欸，靠呗，我听到一个声音。狗狗就是狗狗了，我要来喽！是在烤、喔，有东西啊？那个好像要掉。等一下，家里这什么东西烧起来？拜托，拯救我家！啊，怎么会有人花藏在这个后面啦？
狗狗来啦！哎、欸，离家里远一点哦、喔，会有活狗、喔。哎、欸，活狗，活狗，找去拿去找扭扭。对，活狗来喽！啊，不是秀秀。哟，我没有武器，我要拿什么？耐打吗？你刚刚不是要你做？哦，没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该指望你的。我没有石头，我连那个历史都没有。啊，他家里有切斯特。干。好，你去把东西捡一捡，放冰箱。好。准备好了。我这边危机解除啦！我很怕我把狗狗引到地洞。没有没有没有，你刚刚、哦、你说地洞外面是不是？我帮你去看。对啊。等一下哦。灰烬可以干嘛呢？灰烬可以做补包、啊。不行，灰烬被吹走了。没关系。好了，你没有你的地表安全。那肉要放冰箱吗？啊，不然嘞。你可以放在你的嘴巴里、啊。我怕它是要那个拿去晒的那个啊。你可以拿去喂猪人吃啊。他会送我什么？雪球发射器旁边有冒小火焰是什么？还是它本来特效？没有烟。那这是烟啊！雪球发射器就是要去灭那些火的。哦，那里有大便，捡啊！香，当你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大便解决了。真的假的？可以啊。假的。啊，居然是这样子过火的，不然你以为哦？他不能按、啊，他不能吃啊。你不够饿啊？所以真的是可以吃屎啊？可以啊。你现在去厕所也可以啊，酷。酷耶、欸！小玉，安诺，你的农场想盖哪里？好，看来是这里。上面这个上面有机器啊。那我往这边看看，小白石头，这样子吧。啊，有了！然后呢？等一下，我也没玩过啊，看一下吧。还耕地啊！哎、欸，你踩屁、喔、哦！你是来破坏的呢？他不是长了三个？我不想跟你讲话。他可以长到超级超级大、超级超级多的。你手在建什么？你可不可以以后摸东西都先问一下？哦，对不起。这个是新的啊，有一次是一个。助人更新，哎，好失控哦！我要离开家里，我生气了。谢谢。你帮我把蘑菇种回去啦。好，好，好，我等等去找蘑菇。好，这样子。你身上没蘑菇吗？哪里有蘑菇？身上，你身上。没有啊。靠。你真的是低能，怎么点草啊？点什么草？不是啊，点火。这样，哦，哦，小鱼带种子上来，来了，来了。我没看到这可以种吗？ Okay, 你打你种子放上去嘞。哦，对对对对对，可以了。哦，可以耶。哦。哦，真不愧是我。对哦，你好棒棒。提灯。怎么了？提灯怎么了？好可爱。有 skin。看起来 bling bling 的金矿。这是有 skin 的提灯。在夏天看到的话，这是一碗刨冰。关掉它。打开
我有武器了。不用去了。哦，我旁边的那个炮已经满了。炮？对啊，那个你不是雷谷里有那个炮可以用？哦，你还要做那个洒水器哦，水壶。有需要什么材料吗？不知道，没做过。然后红宝石、石头类的，哦，我知道了。嗯，狗牙放哪里？嗯，不需要再记得这个。嗯，还有绳子。大便放哪里？大便放火旁边的那个箱子。哎，这里，这里，这里，你这里，这不？阿布。兔毛，哇！最重要的兔毛没了，没了，捡起来，把灰烬捡起来。秀秀，捡起来，你怎么没有点生命去保护它、欸？我刚刚在看箱子，我不知道。好了，没事没事没事。然后感觉那个割下的草好像也会出事情。会啊会啊会啊，会全部都会出事情。基本上必然累的。所以其实我们撒雪球机要盖很多个，我才灰烬要丢哪？我才会跟你讲说，那个夏天你就知道灰烬那个冰块有多重要了。你说作物疾病哦？对啊。那时候在帮老居看的时候，刚才讲千万不要开，结果他还找不到。哎、欸，不是老居，是那时候兰兰在测试，然后在陪他看的时候，说有个东西一定要关掉，那个不关掉我会哭死。结果发现找不到。有啊。疾病呢、欸？可以关到现在。疾病没有啦。没有吗？没有啦。那浆果虫可以采吗？采啊。有的话都可以采啊。哎、欸，老巨，哪边还有矿场啊？你还记得龙吟的位置吗？我根本没有打过龙吟啊。哎、欸，对，有火鸡，打它。哪边哦？往左下角走，我要怎么去叙述它？我是想要打陨石。敲陨石，它会有个圆圆的石头，我要把它带回来。好、啊，没有就算了，没关系。圆圆的石头。嗯。为什么我打不到火鸡啊？它跑命快啊。因为你腿短。我记得打它是要把它逼到角落的。对啊，没错。哎、欸，赶快！哎、欸，看这些石头都被我敲完毕了，那边没有了。哇，有肉干了！嗯，小心爸爸，我想要肉粽。肉粽，肉肉，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有云，有月球石，有没有？红滚草里面会不会有？不会，那个要敲月石才有。月石长得它就是岩石的样子，对，然后上面有个纹路。哦，纹路的，白色纹路。我怎么记得靠近格罗姆好像可以干嘛？回理智啊，会让你变聪明，可是我觉得没有用。会让你心情变好，为什么？为什么会没有用？啊、你笨啊！哦，干！你看，现在
臭臭什么臭啊？臭臭，你又没干嘛？这个吗？来啊！哎呦我要靠！靠什么了？我捡了一个花，然后他扣我理智。那、啊、就恶魔花、啊，你活该啊！没有那些大运，你想要加理智做东西，不要想着、哦，你只要做过没做过的东西只有一次，那一次会加理智。那其他的方法就可能是要什么吃绿色蘑菇啊什么的。哦，哎呦靠！我们有数位走路。你是真的是新手吗？哦，我没有玩过这游戏几次，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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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烂哦！对不起，不小心讲出真心话。嗯，那我的武器嘞？嗯。家呢？哈哈。嗯。你干嘛太难受了？你吃了什么东西？谁难受？怪物肉。你吃怪物肉干嘛？哦、你走开！我走开！我操！哎、欸，你没看到我们的分类吗？下面是能吃的食物，上面是不能吃的。操！哎、欸，可不可以把它带走？你谁？你说秀秀？你说秀秀吗？下面冰箱是能吃的食物。哦。熟食冰箱可以吗 ？OK。没有火，哎哎哎，那边有东西跑来跑去，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哪里？刚刚啊？哪里？什么东西？没有。从我们的右手边跑过去一堆东西，不知道是一堆东西。嗯。没有啊。有啦。我刚才吃东西啊，没看到。你问观众一定有。就观众说没有怎么办？真的啦。我要饿死。小食物有肉肉给你吃的。叶子。啊，我去养猪猪。那个秀过来。嘿、hey。我带你去玩吃鸡的游戏。好啊，好啊，好啊。来下来。啊，这个很刺激哦，可能会被打哦，是可能会被打，一定会被打哦。他现在每天都要跟那些植物聊天吗？你要浇水，不然不会理你。可是我没看到水耶。水？我这边有一只兔子在风滚草里面。丢掉的话，它是趴在地上，还是它会跑走？啊，看不是啊，我的猪嘞！啊，树要烧起来了！来来来，秀秀秀秀秀秀，拿二。Hey。那个拿怪物肉喂他们四个，他们就会 变成坏人。准备了、哦，我示范一次哦，四个对不对？然后你看，打两下退一下。小鱼兔子要怎么处理？你安静的交给我。点屁呀！好，现在交给你了。啊！可我没有怪物肉。我有，你要慢慢喂哦，你不要给我吃掉，吃掉就没有了。先拿一个喂它。怎么拿一个、啊？你好，你拿四个起来，然后对着它们慢慢喂，要同一只哦。你先喂一只，左键拉出来，好，往下走。哦，不用，好，你继续喂。你不要这样子，小心会吃掉哦。
好，做一次哦，然后开打哦，打，打，打二退一，打两下退一下，退一下，听无打三下嘞，气候啦，急行乌贼，小鱼刚看到是不是乌贼啊？你快去捡你快去哎、欸、你来萤火你碰哦对来捡吧，叫你打二退一，你那边打三下，我打他两下退了，然后结果累了，然后就看你是三下，好反正是这样打，他打他的话有保底两个大肉跟一个屁股嗯，屁股可以做装备跟做他们的家。欸，蝴蝶翅膀，所以不能够直接种下去，是不是？你不能杀了它，你要用抓的。哇，好吧。啊，不是一直都说用网子抓？纽约是疯狂草刚刚开出来的。哦。我要干嘛？我要找花。找什么花？你到底为什么花啦？做头饰啊。哦。夏天花很少，你不要来上面这边。等一下你来这边靠一靠，靠到这边森林大火。哎、欸，哎、欸，什么啦？我的那个不见了。那个石头。什么石头？哦，保暖石哦，在我身上了，白痴哦。啊，刚刚叫你做网子，那、啊、你做了没？我找不到蜘蛛网。你要石头？哎、欸，地震！地震！地震！离开家，离开家！快，等一下，家里的那个箱子烧起来了，完蛋了！你那怎么办？你先去摸，再离开。可是我没有地震哎、欸，我没地震啊！哎、欸，烧了，等下阻挡了，阻挡了，家里烧起来了。那就断开阻挡了。怎么那么小？哦，他妈的！哦 ，fuck！ 哦，你好。牛年行大运，真是牛年行大运。所以刚刚什么东西烧掉？跟缺氧有关系，同一家公司的、啊，不是公司啊，就是游戏公司同一个。刚刚什么东西烧起来？箱子，萤火旁边的箱子烧起来，然后。啊，那边都是可燃物，你也知道有多夸张了。工作坊，我也要地图。哦，那这样子，老君你顺便订阅一个东西好了。哦。有制冰机吗？我想要做冰块出来、欸。哇，没有吧？啊，算了算了算了，那个应该没差，那个晚点再开可以。那个 OK 好，我还吃很大片的鱿鱼丝，六十哎，刚刚什么六一下吗？我不知道哎、欸，先六一。好，还是你们去献祭，这样就不会地震了。献祭啊，一直狂丢那个啊，保暖石。是电视是坏掉了。对，工作坊点不开。我才说算了算了，祈祷中、啊、如果高中会玩魔术方块的话一定哇一顿崇拜我。
东石大要跟多人才玩，没有，东石大跟麦块完全不一样。东石大你进来就是要做事，麦块还至少也可以挂网好吗？难怪你觉得他跟缺氧很像，风格完全不一样好不好？他跟缺氧差多的咯。阿老弟说什么？没有，我又在燃烧了，自己燃烧。我还是无法进去。我也是哎。你可以进去吗？我是按加入了啦，还没有回应。因为你看哦，这个游戏你也看得到饥饿嘛，很夸张，饿得很夸张。所以你看哦，我现在这个世界有四个人要养，所以要有四份的食物，然后木头、石头那些都要分工去做。所以你们还是进不来。嗯，对。好像以前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哦，好像开太久，游戏要重开啊？所以我这游戏要重开吗？试试看啊。好，还是那是蔡阿瑞啊？我断开。蔡阿瑞啊。我刚刚是连整个Steam都重开，然后接下来再开游戏，你们就可以进来。我的藏品。商店，你看我画面，没有说游戏画面，我怎么可能没有这个？这个我有啊。就是左上角打勾勾都是我买的。我没有吗？我有吧。等一下，我真的没有哎、欸。这冬季声音就有啊。啊，开一开，开箱子喽。阿小。我在开箱子啊，老巨啊不，你被拉进来了吗？下雪狐，怎么都是胡子？没有，我刚按断开，我又是胡子。有了，我有那个了。有什么？地图了。我那么多胡子要干嘛啦？哇！
飞蛾的箱子，哎，哦，可是我们只有我一个人进来的感觉。我在开东西哦，听不懂。不会，老君自己不会进来哦。我已经在里面啦，然后我现在遇到地震啦。你看不到正常啊，他跑掉啦、啊。怎么了？被震到了。地震会不会震到？你刚刚有没有听懂我们在讲什么？我知道这游戏会有地震啊，但我们老君说他被震到了，就因为没闪到啊！我天哪！那家里有没有看有没有失火？我只能保暖服，这是 skin， 无关。我先回家，我又休起来喽。家里，所以刚刚已经地震过了，对不对？对，我感觉我要死在家附近。还剩无敌血，我还不去死一死算了。嗯，大象足迹嘞，见了。去捞水，天哪！嗯，要去捞那个吧，青蛙那边的水吧。海不冷吗？不需要海水不行吗？点一点这个吧，你们不要那么省好不好？不是啊，点那边会热死。不会啦，你靠近一点那个吸热功会不死。我很认真的在爬文。嗯？爬文要怎么种？种菜啊？对啊。我贴给你看。不用分享，好，好，你贴，你贴，你贴。天哪！看到了，我刚刚想吐、啊，我突然有点想吐。什么啊？怀孕啦、啊？哦，好。啊？最疑惑的是老剧本人一口噗我的书刚刚我做了一个本本、欸、那个吸热萤火是可以带到别的地方去吗？吸热萤火，还有个那个啊，小的吸热篝火啊。哦，那个就等于是小的萤火，那个会那个吸了就没有了，懂吗？哦，我去下面要干嘛？我来这里干嘛的？哦，装水，装水。欸怎么捡不起来？买电脑。空白键不是捡东西哦，是啊，他怎么捡不起来？哎、啊欸，啊，中文输入法是不是啊？咻，
鸟打得到吗？可以啊，鸟远程武器。奇怪，明明这么就一堆花、啊。现在在修吗？修修啥？你没有啦？哎，你在干什么？我刚在灭火。在找大象足迹。我要去找新的石矿，石头矿床。我白痴走错地方了。我那是等要烧起来的，好想看它烧起来，我都可以捡它的肉了。碎，烧起来了。像这种萝卜就不会采啊？是哦，嗯。啊你因为你萝卜采的话它才会开始变那个新鲜度就会开始扣啊你不采的话哎呦就这边这就是会沙尘暴所以我们要去找那个哎、欸、在这里啊隔壁很近哎、欸、可以在这边钓鱼这边可以钓到那个防风镜哦对那要去拿那个肉质植物哦，白痴哦，要这么近哦。那我去拿钓竿。钓竿隔壁啊，尸体上面有。它绿洲旁边都会有个尸体，那一定都会有那个草帽跟钓竿。然后它也很容易钓到那个宝藏。这样我都会在那边放那个吸热引火，是那个要打开，就是那个可以燃烧的吸热引火，可以。哎、欸，你很强哎、欸，你钓到了哎、欸，去吧。我吗？还有一个啊，啊，还有一，对他有进阶，时尚防风镜，他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东西。为什么我钓鱼就卡在那边？哦 ，OK。我回去做一下。这里太多青蛙了，咖啡在哭哦！你在骂你自己哦！妈的！可以过海吗？可以，这个也是我想要研究的东西。它可以坐木船。不是，你可以研究啊，可以研究研究啊。那就把我们家给毁了。啊，会不会？会把我们家给毁了？不会吧？不会吧？会吧？不会吧？到底会不会呢？不会。我看到会动的树了，我要先走了，再见。它不会咬人。它看起来很可怕。嘿，融化的大理石，干嘛、啊、一直叫？是青蛙，我只是捞个水而已，没有必要一直敲我吧？干我回家了，我只是想要，满肚子委屈。三个我哭啊！哭啊！啊哭！那么他明明就有一个那么近的水塔，我在那么远是……哦，我很怕我一到家全部东西都烧毁了。咦、欸，这里有地洞哎、欸？哪里啦？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应该就是右上角吧。我们打开地洞就那个洞而已。你不要乱挖石头，把那个挖开、欸。看来是看来是挖开来的。低能，你是不是低能？拜托，告诉我。不是，我看到动物足迹了。你说转移话啊？陨石，陨石吗？他砸我。你给他砸。给他砸。在哪里？刚好繁星要去挖那一个。
没有，我们家啦，低能，他是把我们家下面挖掉，等一下会有蝙蝠出来咬人，我跟你讲。是假的。哦。哦。所以我很讨厌中途加进来的啊，要重新教。真的假的？你猜啊，真的假的？一、二、等一下。干嘛？啊！右边来不及，来不及回来。你太省了吧！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省啊？我们家是很穷吗？你看啊，蝙蝠在吃我们的肉了啦！笑笑，对不起，这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了、欸。那我打他，完蛋了！你看这些蝙蝠多多，不是这个问题，他每一天都会重生，你知道吗？蝙蝠很多。哎，是不是有人拿木炭去烧？哦，不是，在我身上，拍谁？完蛋了！那我要怎么把它盖起来？你去挖石头，把它补那个围起来啊！做木墙把它围起，不，做石墙把它围起来啊！石墙、建筑、筛子、筛子，哎、欸，我就筛在这地方的。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做那个了。这个帽跟萤火虫啊，无啦，这个戴个帽。哎、欸，应该要做那个才能做那个制图台。做制图台。这个、你在干嘛？哎、欸，这干嘛的？智能团。这个是矿工帽可以修吗？都可以修啊。你去采花。我靠，那只鸟！矿工帽是采花。我们钓它，我们去啊！我做个钓竿好了。蜘蛛网嘞？钓竿。要干什么？生存？哎、欸，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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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你下面，我去抽个。完了，是谁把？等一下，那边下面箱子下面有藏东西啦！天哪！啊，葛罗姆大便大在那边是不是啦？花好了，我们去，要去我们走。我钓竿剩下22%，我也要做一个哦。蜘蛛网，蜘蛛网。那我先过去、啊。先过去呗，然后我要把看一下，我们家下面烧起来了，没事，安全。在哪里？我在看资料，因为没事，安全，安全。然后为什么跟着我？啊，白痴哦、喔！然后我把可罗姆带出来了，不好意思，等一下哦、喔。白色头上线，东西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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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言自语。哦，好，
哇，下面草原大火。不行，现在刚刚看看有没有魔族可以做冰块的，受不了，不然一个人压死我在家里耶。没有，你在家里才会烧啊。是吗？他玩那个火只会生在那个玩家附近而已，就跟那个侦测是一样的，那个什么麦块的侦测是一样的意思。对啊，就跟那个避雷针是一样的意思吗？对啊，很多事件都只是会在玩家附近啊。我们捡点本本，明天就捡一点。你怎么捡不起来？哇，蝙蝠要出来了吗？哇！我们家附近的蜘蛛塔是不是三层，然后没人管它？应该哦。完。然后没有去弄。三层还好啦，女王那么好打。女王叫秀秀去打。秀秀。用臭死他的是不是？哇，就帮秀秀。就帮秀秀盖一个篝火，他就可以自己复活自己打了。欸，秀秀被 gank 吗？还是他忘记开门？鱼欸。臭臭，臭臭不要哭。哎，不是，他还有在世界里面吗？你的钓竿怎么不见了？啊，没了。Gank， 如果没有打那个 K 的话 ，Gank。Gank。兔子在烧哎，我无法救他。那只好独挡。啊？你说啥？哦，白痴哦！我身上有秀秀刚刚挖起来的草皮啦，刚刚就这个火害我在那边烧。就是那个草皮屑我没捡到。啊。真的是刚刚是 EQ 训练班，干嘛都骂我？怎么白天？我晚上了，我不在家哦。哦，他好多萤火虫。哎，有了第二阶的。高。我们等一下可以去送那个。来，那个你戴这个，你不用加萤火，它也可以那个啊。你戴这个眼护目镜，你戴起来，你会发现什么世界变得很神奇，很奇妙。嗯？你拿下来，你拿下来，你拿下来，然后你附近逛，你走出去，好，再戴起来。那个护目镜放哪去？我在这里。哦，懂了吗？他可以在等于说在沙漠中，就是风沙中走的一般这样子。对，啊，所以刚刚小鱼说，我们不是要去献祭吗？就是要把我们身上的保暖石给那个给 BOSS 吃啊，或者是我们要打死 BOSS 啊。因为在沙漠中你走那个就太慢，所以我们要这边准备好护目镜啊，我们就这样比较好找 BOSS， 也比较好过去，懂吗？OK， 又回来了。我
为什么格罗姆在这里？他确实在身上吧。刚刚不小心带出门啦。哦。啊，所以你看，大家要做个保暖石去喂，或是，哎、欸，因为当时我们钓这个钓超久，而且如果是玩那个冬季盛宴的那个版本，我们会钓到很多那个圣诞装饰。所以就会在这边放个发明机器跟那个，嗯，为什么小鱼块？感觉那不是，那个是啊？为什么会有？还捡不起来？对啊，湖里面的、欸。你就没有火的。冰魔杖，想要打那只大象，不然我家要饿死。火的冰魔杖，火的冰魔杖，那光大小。火的棒棒。你用火的棒棒，家里会烧起来啦。那有冰的棒棒。有，在我身上。你大象引出来了是不是？他在虫洞附近。哦，又一个了，什么净水石啊，护木蓝图。那就是一开始的，你先吃啊。哦，我要给小鱼吃也可以、啊。我先吃。嗯，上满了。哇，等一下去倒垃圾啊！十点了，我先回去了。回去找小鱼打大肉。小鱼，我带着鱼回来了，小鱼。啊！不理我，小鱼，我要吃肉丸。可以啊。究竟是我先死，还是肉丸会先在我嘴巴里面呢？肉丸在那个啦，锅子上吗？在锅子上，对。而且改成锅子上也会烂掉、欸，哎，知道吧？一直都会啊。没有，以前不会，以前是以前不会，那时候跟你们玩的时候还没有，好不好？哦、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他还没有腐败系统，对不对？不是，是在锅子上，你只要不拿下来都一样。可以帮我砍木头吗，秀秀？好啊，谢谢。你要几个？很多。多多益善。那个东西在上面，你看到它了？等等等，这边有鱼，你做鱼糕。不能放里面，为什么？你们还没杀吧？鱼还没杀掉啊。哦，鱼要杀。那木头我要放哪个箱子、啊？这个吗？从你随便的箱子吧。哎、欸，你那个，你那个怪物都拿去喂鸟了啦。我的武器嘞？家里附近的木都可以砍吗？不行。可以。青砖我可以吃哈。你可以吃。嗯，萤火上面这两个不要动，其他随便你砍。好。啊，你如果看到那种盖一整排很整齐的，也不要去动。有哎、欸。啊，算了，你要大象人没有吗？不行。你要动也可以的、啊。那个再种就好了。出了洋葱，反正我砍完它有掉东西，我就把它盖回去就好。啊，你记得要拿那个哦，那叫什么？你修，你记得铲子啊？你是不是没带铲子出门？
要铲子干嘛？把树干挖起来啊！要铲子干嘛？我留在那边臭哎、欸。哦哦，你自己去单人生存好不好？我不知道那个还要挖。你就等于是不会把麦块的树砍干净的那种感觉啊。不会，我砍很干净。就一样啊，你这等于是留下树干起来，一样的意思啊。哦，那个蘑菇用好了。这里是一朵新的花，我不知道它要干嘛用。哦，新的花。在那个那边。皇家产值必忘我这个哦、喔，对啊，那种吃下去加一理智，阿仔，我靠！哎、欸，我们度过这个白天呢、喔，就要去到垃圾了，他真的不行了。嗯，我也快不行了。这个白天，这个晚上吧。还是这个晚上，同学在空他小，哎呦，插入，这个白天已经过了呢。哎，法西，那请问你那个耕地的机器啊，它还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的，它可以用四次到这。我知道，我有爬文，他说来这里，谢谢。我差不多、啊。地震！你在家里不要往上走，不要往上走，往下走。我跟你说，我不要往家里走，越远越好，你滚越远越好。你有头灯吗？没有，我只可以在边缘走。哦，我跟着反应。他说：“哦，有了，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地震，如果震在我们家的话。”对，你不要往，不要往回家。还有吗？没了，我这边没带震了。那怎么一次而已？对啊，怎么？我记得之前是连续三四次呢。对啊，没了就没了吧。嗯，安然度过。嗯。对，所以矿工帽我要怎么去给他修复、嗯？修什么？你说灯吗？矿工帽，0%的矿工帽。你哪个啊？弟弟的那个发光荧光果啊，去修啊，去给他补充燃料啊。哦 ，OK。以前就无聊会往下跑啊，然后就荧光果就踩一大堆。嗯。好、哦，小鱼离开房间。好啦，我也关台啦。大家拜拜。哦、那我要把东西全部丢箱。对。好啦，那今晚就到这边，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拜拜拜拜，各位拜啦。